哎，小侯，你说你是真是干嘛呀？小侯，哎，小侯，你们都别管！心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小侯，我支持你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心仪，你不觉得这家伙气得太深了吗？哪个家伙？赵英男。都是哥们儿，你说咱们有必要为了竞争一个知识竞赛的名额打得头破血流，然后让全班同学看咱们笑话吗？秋水说哥们儿，赵楠不是。 你们一个个也大学生了吧？怎么一点公平意识都没有呢？我这个人就是寸土必争，寸草必得。哎，小侯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他们上级领导反映去。我也不信这赵海燕给他写了。哎，心仪，土跟草什么意思啊？赵英男的意思。 What？ 你是真白痴还是假白痴啊？Why？ 宋啊，还有没有情况？ 报告参谋长，我对赵英男同学有一定的了解。赵英男同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员，他是根本就看不上秋水的。韦莫斯呢？秋水这个人是一个平常自由散漫、无组织、无纪律的人，他们两个呢差得太远，完全不般配。那韦莫斯因难非要拉到这个秋水一起入伙嘞？报告参谋长。 我认为，英男同学是从大局出发，是想增加竞赛获胜的把握。毕竟，秋水聪明，读书多，也记性好。没得其他的原因？参谋长，我认为没了。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向参。好了好了，我晓得了。我跟你说老实话吧，我懒得管这种破事情。 老百姓讲话，女大不由爹。尹楠这个啊，有主见，有想法，我没得法呀，我只好相信他。哎，对了，你可给老子记住啊，把秋水这个小子给老子盯起来。明白。报告首长，这有什么情况？啊，参谋长，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，他。 他有不同意见，他有不同意见，什么我乱七八糟的。小侯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赶紧滚蛋！我不，我要请示首长。报告首长，你不要说话了。来，金丹，金丹叔，你要报告公司啊？我对今天宣布的参加竞赛的名单持有不同意见。啊，你有不同意见呢？那你的意见是么事呢？ 这是不公平、不民主的，我们都是大学生，都是一样的两个眼一个鼻子，都是一起努努力考进来的，谁也不比谁差。好好，听我说啊，我怎么在没得时间听你说这些大道理？你就说你具体的想法好不好？报告首长，我的意见就是，我也得参加。哎，没有，那个首长，对不起啊，他最近心情不好啊。我参加咱们这个集体是公平的。对不起，首长，报告首长，我参加咱们这集体是公平的。对不起，首长，我不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 这有什么回事？啊！乱弹琴！哎呀，你唠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干嘛干嘛呀？啊，你这掰着来掰着去有意义吗？你真有意思。怎么着？怕我气着你老丈人啊？我，嗯，说到你心坎里了是吧？说到点上是吧？我发现你这人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庸俗啊？你说谁庸俗呢？教官好。教官好。 今儿了，小侯，你对人家赵英男有成见，你怎么处处跟人家作对呢？啊，人家怎么你了？哟哟哟，你这一句夸可好啊？三个人家，秋水同志，我问问你，你跟张英男现在好到什么份上了？你能不能好好聊天？ 主要是张楠对我有成见，这样我想要他处处强在先，处处跟我作对，他不让我痛快，他也不让我痛快，明白了吗？你怎么就跟个小孩似的呢？你这就叫无理取闹，明白吗？无理取闹。对，我就是无理取闹，就是你要真跟我是好哥们，你就主动退出，咱俩谁也不要参加那个什么狗屁竞赛了。不是凭什么呀？只要你主动退出，我就不无理取闹了，因为我本身对那个也就没什么兴趣。 嘿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说明白就闭嘴。好，好，好。
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. <笑>心仪，你能不能别磨叽了啊？怎么样？说你同意，同意把你的名额让给小侯。我没同意呀。那妖刀的新版 GRE， 你不想要了是不是？别呀，小白。你这不是逼良为娼了吗 ？What？ 他说他是一良家妇女，你逼着他成为娼妓。 你要是良家妇女，我就不逼你了。你别废话。哎呀，我求求二位大哥大姐了，你们真以为我喜欢什么知识竞赛呀？我是不是想图个清闲，然后可以一个月不去参加训练吗？你不用躲，训练有我陪着你。你们就可怜可怜我。 你们看看最近都给我累成什么样了，我都瘦了我呀，我瘦成这样了。谁可怜我呀？我不比你瘦啊！你瞅瞅你这大肉彪子，我这一怼一怼你这大肉彪子。哎呀，你们知道我嘴馋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一直惦记着他们提供给选手的那些面包，还有汽水，还有。 各种各样的加餐，那个给选手提供的面包啊，各种各样的加餐啊，什么汽水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所有的吃的，我都给你原封不动的送还回来。我给你 double，OK？ 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你就说行不行吧，快点，痛快点！你说行不行？痛快点！你说呀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实话。 我其实最主要的目的，是为了妖刀。我想能有这么个清闲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偷偷的跑过去看妖刀，这样也能挽回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别臭美了，行不行？你跟妖刀什么时候有过感情啊？感情的事儿，你不懂，就你懂，你比我懂，你比谁都懂。 行了行了，哎，你不是我哥们儿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个大胖老娘们儿，大胖老娘们儿，你就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吧啊！以后咱俩谁也不认识。哎，小红，别放弃啊！再争取争取。心仪，你够不够义气？是不是哥们儿？ 够心仪，就你是哥们儿啊？啊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帮小红啊！你还有脸说？就你这副嘴脸，哎！我不跟你在这磨叽。心仪，每次你追妖刀的时候，我可都帮了你。 由于个别同学有意见，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，组织上认真听取了参赛人选的各种意见，决定对我们仁和医学院代表队的人选做最后一次的评比和调整。希望有意见的同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对班级荣誉说，我决定把知识竞赛的名额让给小红。 好，新一同学高风亮节，小红，到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。放心吧，小红，保证人来承认我。坐下吧，小红。明天开始，这四位同学就去阅览室复习。你们继续看书吧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将被免除一切军事训练，就在这儿进行全天候的封闭备战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保三争二，望一。保三争二望一是。 必保第三，争取第二，垂涎第一。垂涎第一，有这个说法吗？你们俩闭嘴，先听教官把话说完。你们都是高素质的大学生，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。总之，尽最大的努力和汗水，为连队争得最高的荣誉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秋水，还有半个月时间，军训就要结束了。 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，不要再捅娄子，好吗？孙教官，这个事我稍微解释一下啊，是这样的，您看现在这儿呢没有小白和心仪他们这帮人，我一个人，属于势单力薄，孤掌难鸣，我也不太容易成就什么大事儿。再说了，以前那些事儿呢，我也都不是主，我专攻策应啊，我主要是在幕后活动。秋水，你话太多了。哦哦。 有点远了啊，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孙教官你放心，这次肯定不会再发生什么蹊跷的事情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小红。到。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，也是部队首长发扬民主精神给你争取来的，来之不易，希望你能珍惜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。我希望你能和大家团结一致。 齐心协力，勇于拼搏，不辜负首长和同学们的热切期盼，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知识竞赛的内容都会从这四本书里出，你们自行安排一下任务吧。记住了，务必要保三、争二、望一。同学们，只有四所大学参赛，保三的任务能不能完成？能。好。 就是这种热情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加油，教官再见，同学们。 你们不要看这本书薄，但是它有很重的分量。它不光是我们的定海神针，更是指路明灯、最硬的骨头。我来K，都没有意见吧？全票通过，英男，后面的书你来分配。你们单干不过，真是享受在前，不享受在后。 吃苦在前啊，小红，那这本书你来。哎，知道咱班长姓什么吗？厚。对，厚脸皮的薄。<笑>秋水，你又搞人身攻击。别闹了，秋水，你负责这本部队规章管理制度。这本是不是有点太薄了？
现在还剩这两本，你挑一本，剩下的归我。我都行，你可是班干部，你先挑。别，你先挑，省得你又说我不公平。我都没所谓，我背书背得特别快，哪本都无所谓。这本书整整500页，两个星期拿下它的话，平均每天要30多页，压力太大了。我真无所谓。别，有的班干部是那样的，有的班干部不是。那这样，这本归我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说两句啊，是这样的，那本实在是有点太厚了，让你们女生背吧，我觉得不太公平。要不这样，那个班长，啊，班长没救了已经。那个要不这样吧，小红背那本薄的，然后我跟赵英男，我们俩分那本厚的。我背这本，我要厚的。不是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啊？小红，你可不能拿这事儿置气啊，这可关乎到我们仁和医学院的荣誉。张一楠，我参加这比赛，我承认我是故意来捣乱的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不惯某些班干部天天横行霸道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，天天什么事都要跟别人抢，所以我来这儿呢，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我是有这个能力的，所以这本归我，谁都别跟我抢。别光嘴上痛快了，你到底能不能背完？你要背不下来，我帮你背吧。不是真的，真的。真心的吗？不是你怎么了？你跟个蝴蝶似的，你打什么摆子呀？这有什么真心不真心的？大家都是为了竞赛嘛。没事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就不用你帮我背了。不过你有这份心，我。拜拜，秋水，明天见。神经病啊，这是。爱情中最纠结、最磨人的事儿，就是三角关系。这让年仅18岁的我，既虚荣，又烦恼。这些个痛苦，心仪不懂。他也不想懂，因为他正在一条险途上孤单独行，并一步一步的接近了自己的目标。检查结果出来了吧？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低血糖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哦，我觉得呀，身体是生命的小船，要是小船不结实，跑冒滴漏，那他肯定跑不远。所以啊，理想也就只能想想了。所以，你无论如何都得注意身体。要不是你给我指引方向，我到现在还浑浑噩噩、自我迷失呢。嗯，那我问你，你的世界观是什么？你的世界观是什么？你觉得什么样的世界观是正确的？我的世界观是，人生是舞台，我的舞台。你的人生观呢？我还真忘了我高考政治是怎么答的了，你的呢？
我的人生观是，我要在这个舞台上尽情的表演。最后，你的价值观呢？既然你的三观都这么正确了，那你就把你的借给我用用得了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妖刀吗？是因为围棋的村正妖刀定式吧？嗯，他们之所以叫我妖刀，是因为妖刀定式，棋绝诡异，非人类，所以那些男生都怕我，他们一边怕我，一边诋毁我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他们怕你，是因为他们怕被你给灭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被你给灭了。你要是居里夫人，我就是那个倒霉蛋居里，让你踏着我的尸体前行，这叫向死而生。这份考卷是我为想当我男朋友的人设计的，只要及格就能录取。考试通过，我最擅长考试。不知道将来会遇到哪国人呢？喂，居然用全英文试卷考中国男朋友 ，crazy girl。嗯，你们四中就是出人才，像这种疯狂变态的女人层出不穷。都考你什么了？体型巨全面，涉猎巨广泛，横贯中西，纵贯古今。最主要的是最后一道大题，用全英文为他写一首14行情诗。说。莎士比亚改头换面就给糊弄过去了。女人一恋爱智商就归零，你这点小把戏就把妖刀给骗了。哎呀，人家妖刀故意给他放的水。What？ 嗯，一会儿再给你补习中文啊。及格没有啊？你安静答题吧。
真的太让我意外了，太意外了。前面选择题总分60，你只答对了21分。最后一道作文题满分是40，那我肯定得不了满分了。太可惜了，我走了。祝你早日找到能打满分的男朋友。恭喜你。得了61分。我及格了，我作文得满分。姚导跟我说，他出生的时候是早上，他爸爸从产房的窗户外面看到了朝霞满天，他就认定姚导的这一生一定会是不平凡的。他特别崇拜他爸爸，他相信他爸爸所认定的一切的东西。姚导还跟我说，他出生的时候不会哭，那些护士啊，就打他、掐他、吓唬他，把他举起来，但是都没能让他哭出来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姚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软。我才不管谁软谁硬呢。总之。我是梦想成真了。班长，嗯，你能不能降低一点你的噪音啊？你这动静确实影响我的记忆力。我没有发出任何的噪音，秋水。你不会连翻书的声音你都受不了吧？我说的是你吃零食的声音，你就不能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吗？吃薯片，必然发出清脆的、破碎的声音，这不理所当然吗？行，好，那我就受累，离您远点，行了吧？走。你留神，别把脖子给抻着。哎，英楠，坐这儿来。哎，没事，我坐这儿就行了。哎，班长早。杨总早。秋日早。走。秋水，一个团队怎么能四分五裂呢？坐回到你的位置，快点。英楠，你吃点。谢谢班长，我不吃零食。小黄，你来点。我刚吃饱。啊，没我事儿，没事。课间休息再吃。你搁那儿没人跟你抢。同学们，早上好。教官好。教官好。走走走。精神面貌非常好，
同学们，一定要加油，全拜托你们了，一定不负众望。哦，这次的橘子小了点儿，下次我给你们带大香蕉来，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一定告诉我。谢谢教官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加油。一人一个苹果，不偏不倚，不争不抢啊！一人一个橘子，这回确实是小了点，但是总比没有好。英南，吃。谢谢班长。八点了，开始工作了啊！秋水，你看一下这道题会做吗？嗯，这道题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，就照着上面做就行。嗯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英南，什么问题分享一下呗？不用了，班长，我现在会做了。看看这道题会不会？这个题，这个题挺有点难，我智商不够。这还智商什么事儿？再看看。行，哪天给你练练胆儿。秋水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。咖啡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喝咖啡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啊。哎，你哪弄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我肯定有我的办法。你快趁热喝了吧。好。好喝吗？哎，好。哎，你也喝一口。我不喝，你喝。你喝，我真不喝，你喝吧，我真不喝。喝吧，喝吧。哎呦哎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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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。我，对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你快接着复习吧。Thank you.
你别站着，你要不过来坐吧。说明他不真诚。你懂这么多？往小说里看的。终于没守住寂寞，还是没守住寂寞。